好，美女还有更多，来看杂志票选百大性感美女，艺人郭雪芙目前票数已经突破了11万票了，把第二名的隋唐跟第三名的安心雅远远甩在后面，而她的人气这么旺也展现在广告代言上头，从便利商店到保养品，甚至呢还挤下了徐若瑄，拿下了新年度的茶饮料的代言，算一算呢，个人部分就已经有5支广告，再加上呢这 Dream Girl 合体还有戏剧演出，真的是可以说是名利双收。平常爱吃的零嘴加上冰淇淋，郭雪芙爱吃的创意甜点亲手喂粉丝。男粉丝好害羞，新一代的宅男女神真的当之无愧，因为男性杂志票选百大性感美女最新排名，郭雪芙以115000多票遥遥领先，第二名的隋唐落后23000多票，至于安心雅则是紧追在后。很开心，最开心应该是我家人吧，我家人超嗨的，就是看到之后就马上传就是讯息给我，跟我讲说哎、你怎样怎样怎样，他真的超开心的，我想说你有这么激动吗？郭雪芙人气旺，连厂商都爱，广告代言一直接着一直拍。